王江洞，王江洞，得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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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江洞，王江洞，得几来？对，王江洞，得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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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标准！标准这是铜鼓王有多重？多重？你得去先找个铜鼓王。铜鼓王有多重？要接近要去展厅找吧。王江洞那边来。铜鼓王有多重？铜鼓王有多重？多重？接近六百斤。六百。六百斤。六百斤。你是馆长吗？差不多。六百斤，相信你。六百，六百斤还是六百斤？对了。耶、yeah. ！几所打狗？几所打狗？跳几码？跳几码？几所打狗？跳几码？跳几码？几所打狗？跳几码？我学会了壮语。几所打狗？跳几码？我要留在广西了。几所？大狗，跳几码？几所？几所？几所？大狗，大狗，跳几码？几所？大狗，跳几？对，就是那个。没，你就是那个。他说不对，他说的不对。谁来？几所？啊，几所？几所？大狗，大狗。大狗，大狗，大狗，跳几码？我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名字叫什么？老师的名字叫什么？老师的名字叫？老师名字叫？自我介绍过了。什么？你要这样，我只能百度了。那外面那位主持人老师叫？不知道哎。跟我去看。你去问他们呀，就可能你得自己去问一下。好，老师，你叫什么？你叫什么？您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教你们我的壮文。好，嗯，王丽丽，王丽丽，王丽丽，黄丽丽，王丽丽。对，我叫黄丽丽。黄丽丽。手满阴顶。手满阴顶。走满阴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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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学过了。走满，走，走满，走满，阴顶，走满阴顶，走满阴顶，走满阴顶。你后面那个词儿之前说过吗？说过好像。阴顶，阴顶，阴顶。阴顶是吗？哦，阴顶，阴顶。哦，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是，现在记不住了，有点。和壮锦拍照，谢谢老师。知道在哪儿吗？不知道在哪儿。就在二楼的展厅里边。二楼的展厅里面，好。一块布料。哦，这些衣服其实都是。是吧？一块布就行。那个不是吗？对。啊，壮锦。壮锦。来吧。手满阴顶。阴顶了没有？阴顶了。满是什么？那个，壮锦。对，没错。口粉爆霜的暖楼。口粉。不春的满冷，就是壮族的歌节，歌曲是哪一天？是哪一天？壮族的歌曲是哪一天呀？三月三，老师，好粉包上这么冷，三月三。对，没错，我们接下来就要过三月三了，欢迎你们留在广西过三月三。答完了。
那我们第一题，稳报双黑柳山蓝溪姑索马。稳报双汉柳山溪姑索马。稳报双汉韩柳兰溪，韩柳兰溪，韩柳兰溪，丹柳丹溪，嗯，姑索马，姑索马，韩柳兰溪，姑索马。稳波说韩柳兰溪，韩柳兰溪，姑索马。对。稳波说，稳波说，韩柳兰溪，姑索马，姑索马。有会壮语的朋友吗？您会壮语吗？壮语有人会吗？您会壮语吗？可以，是吧？好，稳波说。韩柳三溪姑索马。哦，稳报双。稳报双。韩韩柳柳柳三什么？三溪。啊，三柳柳三姐。哦，壮族人民。他们三姐称为什么？这么难的题目，那称为什么？就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刘三姐，这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吗？壮族人把刘三姐称为什么？有人知道答案吗？歌仙。哎，唱歌的仙。找老师对，找老师对，歌仙。老师，我们知道了，歌仙。没错，答对了。第二题啊，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大道，德宝，德宝，大道，大道，大道，大，啥？大道，德宝大道，大道，光地，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大道，大道，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勇马丁醒，德宝，咱还去问那个人吧，还去问那个人，德宝。好，光梯勇马丁醒。哦哦，广西的男女青年用什么来定情？这个你们知道吗？绣球。绣球。啊，对，绣球。他们俩是百事通啊！三二一，绣球。没错。OK。好，第三题啊。更江东。更江东。更江。更江东，更江东，米杜马来，米杜马来，更江东，米杜马来 ，Let's go， 更江东，米杜马来，米杜马来，更江东，米杜马来，更江东，米杜马来，更江东，米杜马来。老师，不出来一下吗？老师，好，更江东，米杜马来，米杜马来。哦，江东，铜鼓上有什么动物？什么动物最多？啊，铜鼓有什么动物最多？青蛙。OK， 人民的力量 ，Run， 青蛙。好，赌高，赌高，赌高。下一题，鸭的肉英雄，英雄。嗯，没了。鸭的肉。OK， go。英雄，拉丁克，拉丁克，心情，拉丁克的心情，我们没玩。拉丁克心情，拉丁克，拉丁克心情。老师再问你，挺累的。拉丁克，拉丁克，英雄，心情，拉丁克，拉丁克。找一个什么东西？找一个什么东西？拉丁克，不是地。我觉得一个一个的来。你先说着，我再听。老师，您再说一遍呗。拉丁克。拉。拉。拉丁克。拉丁克。丁克。哦，丁克。哦，然后呢？后面两个。后面两个。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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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英雄，拉的柳英雄，我猜猜，就是找石榴合影，拍照啊，这个意思，找石榴拍照，找石榴拍照，啊，这里有石榴吗？找石榴合照，你就说完了，找石榴合影，展厅里，展厅哪有石榴啊？石榴。石榴，
不是吧，这么多展厅哪有石榴啊，这不都是和谐乐章，这块也没石榴啊。石榴啊，那那那哪里啊，那中间大大石榴。老师拉丁歌音顶。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导演打完了。哇，是不是假的，全打完了。对，天哪，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今天太厉害了。导师，白鹿的壮语这个怎么读？白鹿。我呢？樊省省。樊省省。反省反省。樊省省。啊，樊省省。白鹿，你还敢偷笑我？白鹿。恭喜你们答对了所有的题目，可以补充实践货品。哎，娘！哎呀，午饭真好吃啊！别惹我啊！听选之词，知道谁不该惹了吧？惹不起。啊，一会儿这个运气啊，是不是可以转一转？好渴啊！运气花光。你说话声音好 man 啊。对啊。咋的，什么这么傻，你俩别一起了。哎呀，你好扎青蛙跟你讲话，你好扎青蛙跟你讲话。深深你说什么呢？没什么。他可以选深深的，换一个来试试。你好啊。哎，比我会夹。哎呀，输了输了。这个话题很怪吧，白鹿夹子音输给了周深，这是什么？你好啊。你好啊。还有一位从曼谷来的同学也报名了太难辣数学社，让我们欢迎太极华裔女歌手演员 Sunny 杨云晴。欢迎，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好你好，欢迎来到美丽的话题啊，泰国。大家刚才有好奇他们胸前的泰文名字怎么读？哦，这个是沙溢。哇，哦，区别好大哦。因为泰国没有诗这个、哦、这个声是吧，所以就是沙溢、哦、没有翘舌音。对，然后他是范丞丞，越离普通话越近了。对，丞哥是李晨，对，很简单，这个发音都有。李晨是对的。哦 ，Angelababy。这是周深，周深，这个就是对的，白鹿，白鹿，王鹤棣。请问当我认识多了？请问当我认识多了？王鹤棣，Angelababy， 这是郑恺。郑恺啊，除了王鹤棣，其他都是准的。这是我的泰文名字，叫什么？给瓦林。给我的，你这本地人名字确实长。是，再次欢迎三弟的到来，欢迎给我的你什么？多多关照，就请大家入座吧。来，好，哈东，郑恺，哈东，郑恺，王哈东，黑东华林，王哈东。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社团纳新日。按照太难辣数学社的传统，新老同学将组成搭档进行一场关于数学的竞赛，最终只有胜出的才能成为数学社的荣光，获得奖品，而失败的同学都将与这个社团无缘。老同学也没有什么优势哈。没有。好的，我们比的是数学的实力。那完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分组任务就跟数字1到10有关，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请桑尼来教大家一下数字一到十用泰语怎么来说。哦，好。哦，这有泰语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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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on三三三四四哈哈五五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四两两三三四哈哈五七八九十。大家简单学习了泰语的一到十的发音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组队，决定方式就是用泰语念数字吹蜡烛。哦，大家会依次出场，抽取一个数字，然后用这个数字的发音去吹蜡烛，最多吹三次。我们会按照吹灭的人当中挑选的数字大小来挑选你想要组队的成员，都是学长从学弟当中挑选。哦，行了，我选你吧。我现在就没了，谁抽到一真的是倒大霉了。嫩嫩嫩嫩嫩能吹的嫩能吹得了吗？嫩真的吹不了啊。嫩嫩来，请上道具。那么谁先来呢？那从凯凯先来呗。呼哦八。啪。这个好，这好，这好吹，啪。喷口音，喷口音，这是。没灭。你连八都没有吹灭。没灭。没灭。接下来黄鹤棣。五六六，我就想抽六来着。是九不是六啊，这是九啊。高是吗，老师？是的，老师。高，你给我的高。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桌子擦了。你让我们下面的人怎么拿？你给我的高。刚才是不是笑了一下？笑一下，什么什么来着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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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对，我故意，他是 go， 他都没吹到这，他是拿鼻子那哼一声，这鼻腔共鸣，你知道吧？就这样。你是 go， 来，我一会儿死盯着你啊，范丞丞。好，下一位，七七。七是什么？戒戒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来了来了，一二三。你看啊，哎，你这还在耍赖的呢。声音呢？可以可以。三三对三对，这个怎么吹？三，哎呀，你在烫着我，感觉那火苗让它给吸进去了。三深深三三，可以，漂亮，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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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这样吸狗足，气吸狗足。哇！呀！二，知道刚才怎么发音了吗？
怂。怂。怂。先要酝酿。怂。怂。可以，就是这个逻辑。怂。我跟你讲，周深这个方法太厉害了。点中乐绿落等多个字的发音都很相近，请听一段音频，选出下列哪个词没有在这段音频中出现，请听。绿山的绿不是绿色的绿，绿山的绿不是绿色的绿。不是这一题，在他玩的。路上的路不是路上的路，路上的路不是路上的路，路上的路不是路上的路，路上的路不是露营的路，露营的路不是露营的路，路上的房也就是这么路。绿色的绿不是绿色的绿。来，请看题目。请选出下列哪个词没有在这段音频中出现。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露水是有的吧？有有，应该有。诺言的诺。落实的露。露水的。因为这个题比较难，我们再给你听。好好好吧。啊，好好，来。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一样。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露水的露不是露营的露，露营的露不是露眼的露，露上了露眼的露就是这么露。哎，那没有 A 啊？没有 A， 确认吗？啊，确认。啊，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那没有 A 啊？没有 A， 确认吗？啊，确认。啊，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请看，这是露水的露，没有。第一个不就是露水的露？这又是乐山。它不是露水的。绿色的路不是绿色的路，绿色的路不是绿色的路，绿色的路不是绿色的路，绿色的路不是绿荫的路，绿荫的路不是绿荫的路，绿色的房影就是这么绿。绿色的房影就是这么绿，就是这么绿啊！太绿了，我的白话。很遗憾，回答错误，所以你要领走两张试卷卡。阿姆西品牌创立。绿色的路不是绿色的路，绿色的路不是绿叶的路，绿色的方言就是这么绿。问你哪个字？俺看见一头猪在叔叔地里问叔叔。俺看见一头猪在叔叔地里种红薯。红叔叔。种红薯。红叔叔。红叔叔。这啥意思啊？不管意思，你把它唱起来。你背下来就行了。行了，背完了。那说我的。俺去看看书，兜很宽，卡住了后跟路。俺去看看书，兜很宽，兜很宽。卡住了后背路，卡住了后背路。嗯，俺去，我这个字怎么这么难呢？走开！走开！走开！我看看书什么？超时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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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时间了！不是，还影响我，还影响我。他在脸脸现在。好了啊，来吧，来。我看见一头猪，我去看看书。我看见一头猪，去看看书。叔叔看看书。我看见一头猪，看见一个大老鼠。我看见一头猪。他想一直在买，我看到一头猪啊，我看到一头猪啊，我看到一头猪。我看见一头。你看到我了吗？你还是看看书，都没错，不行。我还叫你说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看不懂，我这卡不住，不住，卡住了，后背路，然后后背路，背路，我跟你老叔，老叔，我跟你老背路。看看哥的。Come on， 来，仔细听我的啊！一坨猪，一坨猪，在火锅底里面搞笑死。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一头猪啊，一头猪在地里面看叔叔，在地里面看叔叔。一头猪在地里面看叔叔，看叔叔，在看叔叔，看叔叔，在地里面看叔叔，看叔叔，看叔叔。我可以这样了吗？一样了吗？不不不不，走了一样了，给我走了，走了走了，看书看书，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看书，哪是看书？看书都很壮，一头猪在看书，一头猪很壮，一头猪很壮，一头猪和一个书看书，卡住了背轱辘，卖葫芦，卡住了背葫芦，卡住了背葫芦，打车修葫芦。一头猪，对，卡住了卖葫芦。一头猪，一头猪，卡住了卖葫芦。五鼠地里，五鼠地里，一头猪，卡住了。一头猪，一头猪，在五鼠地里，看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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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叔叔。叔叔和叔叔是啥？我也不知道。看看叔叔，叔叔爱死叔叔。再来一遍。这绝对不可能，传错了。一头猪看叔叔，这从理论上都说不通啊，这不成立呀、啊，这都。你说吧，你随便，我都不干扰了。到这份上，我把自己都忘了是不？光想着影响别人，把自己都忘了。就不能把岁数大放最后，这个都自己都忘了。完了，陈哥好像是看着一坨竹，我在看书，什么？竹在看书？哥在看书？我在看书，看见了一头竹，一头竹，看见了一头竹，我在看书，我在看书。背上有一头猪，背上有头猪，背上有猪，我在看书，背上有个猪，背上有猪。好，时间到，接下来我们有请大哥先跟我们最后一位老师来传递一下。又一天，话说又一天，我在看书。突然发现外边有一头猪，这头猪正在看书，那不是我吗？看书的，我猪看书，不是，这头猪正在看叔叔，看叔叔，当了个当，当了个当。我认为好像是这样。一个同志在看书，高粱地里来了个猪。啥？高粱地里来了个猪？嗯，高粱地里来了个猪。哦，猪在吃高粱。猪在吃高粱。啊，猪在吃高粱。哦，给翻译了一下。我说您听懂了啊。好，那我们首先请裁判展示一下蓝队的题目。妈呀，我太好奇了，我跟你说。俺看见一头猪，在叔叔地里问叔叔。我说的真的很标准。那看见一头猪，在叔叔地里问叔叔。哎，我看见一头猪，我说的很准啊。咱们队不是这个。好，那有请雨琦。我有一个叔，在高粱地里看叔。叔里有个猪。反正就离不开猪了，是吧？反正本就是一个猪一个叔嘛，对。你的一个叔叔，对，在高粱地里看书。看书。嗯，这时候来了一头一只猪。啊嗯、这都能分析出这么多？准。有请裁判展示一下。我去看书。怒狠。我去看书。发生了什么？只对了一个字。我们这个太难了，
我去看看书，豆很闯，卡住了后背路。豆很闯，卡住了后背路。路很滑叫豆很闯，豆很闯。摔到了后脑勺叫后背路。后背路。那我们这个他们好像略胜一筹，我感觉。和几筹。这个延安苹果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品种的苹果。那么这么好的苹果呢，自然是受到了祖国各个地方人民的喜爱。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它在北京会受到什么样的追捧呢？你觉得我像什么？像延安苹果呀。啊，原来我只是延安苹果呀。哎，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个儿大，色儿艳，质脆味浓，甜过初恋的苹果，请认准延安苹果。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再来天津看看，那天津什么？哎，我发现这个我们天津老乡也非常爱吃这种苹果，你说是不是？是。解什么呀？你觉得我什么？你觉得我什么？我比你好。你觉得我像嘛？像延安苹果呀。为嘛呢？就一苹果。这样我不就能把你捧在手心里了吗？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个儿大，色儿艳，质脆味儿浓，甜过初恋的苹果，请认准延安苹果。甜过初恋的苹果。那么苹果在离开了华北平原，来到了哪里？东北这一片富饶的地方。你瞅啥？你觉得我像啥？像延安苹果呀。你拉倒吧，你才像苹果呢。哎，你这样我不就能把你捧在手心里了吗？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个儿大，色儿艳，质脆味浓，甜过初恋的苹果，请认准。哎妈呀，延安苹果呀。哎，这个小小的苹果要是到了我们的宝岛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呢？你觉得我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了？到底是什么？卡痰了吗？有六成天津在什么？你觉得人家像什么啦？哇，好甜！你觉得人家像什么啦？那像盐苹果了啦。原来我是苹果呢。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了。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个大，色艳，质脆味浓，甜过初恋的苹果，请认准延安苹果。哇哦，厉害！那到了香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到了香港，哎，阿奇妹，每天你都苹果啊，阿奇果苹果，咁我就可以将你捧喺手上。哎呀！最后到了上海变成什么样啊？农哥，农哥，我是啥么子？我是个苹果。我是啥苹果？我长得像苹果。那还吃得吧？就是在节目里啊，因为你的感，大家感觉啊，所有网友都觉得你的语言天赋特别强，所以是个被演戏耽误的声优。哦，那可不咋的。哦呦，义乌小商品城应有尽有，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么好了呀，谁都看不到了。唐山，回家吃饭了。唐山呢？唐山，迪迪热巴叫你吃饭呢。回家吃饭了。哎呦嘿！哎呀妈，瞎怎么的？没有声音，我声音可以粗也能细。你会模仿，但我会现在有点尖，嗓音有点尖。还是我家。我也是上海人。侬也是上海人啊？嗯。侬肯不可能。我是上海人，我是思绪。思绪。去了香港。香港。哦。勉强听得懂，四岁的普通这个上海话。我可以听，讲就一眼上海话。一眼上海话。那你给我翻译一下啊，芝麻娃啊，大西娃什么意思？这是日语吧？上海话呀。不可能。真的？啊字是什么？啊字是。哎，啊芝麻娃。啊，没有袜子。
我知道了，没有坏，哎，没有坏，没有坏啊，自我瓦，啊，大西瓦。哦哦哦啊，鞋带先坏。哎，啊，还是会的。验过了，验过了，老乡。老乡。大爷。您觉得这一组谁能赢？我跟你说啊，我告诉你啊，您看这面相啊，不是不是啊，你不是什么？你说，我跟你说，后面人，后面人稍微退点，因为我可能得滑那儿去。你别挡着我道儿，我跟你俩，我就觉得他不行，我觉得这就，哎，石头，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一个，石头剪刀布，这样。换过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哎呦，不给我机会啊！你这个是不？哎，别了，你刚刚又是什么？这算算，这不就给你了？这机会给你啊，你不要？没问题，来吧，那就。这怎么哪能哪来的？你看，尝尝。嘴里早上吃蜂蜜了。哦，对对对，来小三，再夸夸一夸我拍广告时候的 baby， 不用广东话。哎呀，好三，天真美丽，天生丽，天真美丽又动人。You still young, lovely forever。我来自祖国各地的代表对你一一夸赞。对，我用我们的当地贼拉漂亮，我妹啊，贼拉美。景甜其实是陕西人，对，我是陕西人。呀，魅力很。魅力很，就会这么一句。今天你用家乡话把这段话说一下。哪段话？后面强调那段。右脸民歌的基础，才能有可能根据时代要求创作出新的东西来。右脸民歌的基础，右脸。哦。感觉虽然发音很标准，但是不应该用那种气势念出来。你来一下。右脸民歌的基础。才能有可能根据时代的要求创作出新的东西来，新型号。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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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不是那个《司藤》里的男主角张冰冰吗？那甜甜呢？你甜甜还这到底啥个门子？我看你还是有点疯了啊！哦，疯了，疯你俩！我可是威震四方的吕布啊！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在拍新戏啊？你这次的女主角是谁？是你啊，小柴，你可是我心中永远的女主角。你哭什么？还不是你写的剧本？我的台词太肉麻了。要个女孩。没听过，太清楚。听不见，大点声。没听过，太清楚。呢个正是我要的女孩。是我要的女孩，这个才是我要的女孩，这个才是我要的女孩。你翻回来了，你走啊，你走。不要不走。又走，你大总工呀，吹。你大总工不需要，你会走。我真的怂都没啊！他都忘词儿了，这一轮挑战失败，请继续准备。哦，一错一个都要重来啊！一个都不能错。我定的。你终于找到这个表演的真谛了，是吧？我真受不了你。女同我看清楚，这个是我喜欢的女孩，我要的女孩。No。No。这个是我喜欢的女孩。这个荷尔蒙啊，这个是我喜欢的。就唱起来了，我喜欢你，女孩，你先回吧。我拼唔走，要走，也有陪着你一起走。哎，我哋老癫啊！
我顶不住啊！唔好咁冲动，你有咩事你冲住我，唔好咁样对佢。挑战失败，因为阿姨加了好多词儿啊。你有咩事你冲住我，唔好咁样对佢。没关系，青青，我们再来过。他的粤语是一点粤语的感觉都没有。你刚才是我喜欢的女孩。接下来是陈哥和佘诗曼。你给我猜苹果，你给我猜苹果。第一个。才是我要的女贼，才是我要的女贼。女贼，女贼，女贼，这个才是我要的女贼，这个才是我要的女贼。那我再来吧。好，雷青梅吧。我就是不走，就算我走，要同你一起走。你冷静啲，唔好咁傻吓。我的天哪！我还有一句台词。天哪！我真的送不到你了。没事，阿姨，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Baby Lucas 第一次挑战，请准备。我先给大家前情提要一下。我和卢克斯刚刚在外边骑完电动车回家，所以我们两个戴着帽子。对，他要介绍给我他最喜欢的女人。 OK，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他还想要谁。你等我看清楚，这个才是我要的女仔，这个才是我要的女仔，这个才是我要女仔，这个才是我要女仔。你同我翻去。我骗不走，要走我都要压住你一起冲破。我的天哪，我受不到你啊。恭喜 Baby 和 Lucas 第一个完成挑战，我们还有一个名额，剩下的成员还要加油了。你同我看清楚，这个是我喜欢的女仔。一下，你同我看清楚，这个是我喜欢的女仔。你同我看清楚。这个是我喜欢的女仔，要的女仔啊，喜欢的女仔，我要的女仔啊，我要的女仔，你回去啊，我来保护你。我黑不走，有走我就约住你，黑一切走。我的个老天啊！我真的顶不顺啊！你冷静点啊！我顶不顺啊！冷静点啊！我顶不顺啊！冷静点啊！你点解咁脆弱啊？你入戏了，挑战失败。我告诉你，王彦霖，不要给自己加戏。OK， 好，我们走。我们走，没事。那经过这几个环节的比拼，恭喜获胜的四位成员，你们可以品尝美味的渔家乐美食。各位兄弟姐妹们，近几年发展的都不错啊。嗯呢。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那必须的。好吧，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按摩咖。哇，按摩咖！我们家族经营了几百年的按摩生意。
你是不是抢了沙爹的？季姐一直给我传授这个按摩的秘诀，所以我就继承了我们家族的这个按摩传统。Mini 也是我们家族按摩研究大师。来 ，Mini 把这一句话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卡空进波兰。就是卡空进波兰。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最看最读，就是正面学到图。对，对。但是呢，我们不光是给人按摩的，我们还给榴莲按摩。经过我们按摩过的榴莲，销往世界各地。对，销量非常的不错。可能我们用的都是他们家的榴莲吧？对吧？真的，我说的那个味道。最近在研究香水哈，一二三。对，我们是什么呢？我就是哇，高贵大气上档次榴莲咖，给我看给我看，黄金榴莲是哇，你这中文真好，完全听得懂。为什么我们是五个人？因为老六被抓走，我们本来还有个六弟的。对，你们这是谁排老六？谁是老六？应该是凯哥啊，从小到大排的，从小到大排老六，四个字啊。手舞足蹈，两个字，啥呀？蹲半半蹲半蹲。哎，来啊，啊看着啊，一项运动啊，这啊这这样啊啊，然后，哦，冰壶，哎，啊啊 ，OK， 来来来来，这样，啊，是什么？洗澡洗澡，洗澡，哇塞！一句话，嗨，胳膊肘往外拐 ，OK OK OK 又 OK 了 ，OK 又 OK 了，起来，一二三，啥意思？不玩了？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挑战，普拉提，不是，是一种挑战，挑战是一种非也极，就是极限挑战，极限挑战，对，cue到别人节目，不是，这什么？我就飞出去了，你这样，三二一，蹦极蹦极，三个字，拍下拍，咱跑男每天晚上都抢的。职压板，有职压板啊！每天是抢的一个职业，主要是他是按摩师，按摩师。不用跪。多说，令狐冲，几个字？俩字。烤羊肉炒串，烧烤。模仿的太投入了，太投入了。请准备。萨瓦迪卡，我输了对吧？我刚敲了。萨瓦迪卡。小哥胜出，请准备。萨瓦迪卡。
听出了你们的卡的愤怒。两人打平，决胜局，决胜局。妈妈别看，成本地的啦。是谁呀？这什么呀？我是对的，有一个。钟声正出，哇！玩着玩着都晕了。接下来，以及和白洛出战。萨瓦迪卡，萨瓦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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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萨瓦迪卡，萨瓦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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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这是？你俩能拼成一个脑子吗？快点，你们快点就好了。扫地卡，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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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琦胜出。我很厉害啊，这个。真的吗？扫完地卡，扫完地卡，扫完地，扫完地，扫完地卡，扫完地，扫完地，扫完地卡，扫完地卡，扫完地，扫完地，扫完地卡，扫完地，扫完地，扫完地卡，扫完地卡，扫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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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扫完地。你好厉害呀！扫完地卡，扫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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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扫完地卡。二十。扫完地卡。哇 ，baby 玩这个好厉害！好看的水果，这荔枝真大呀，那个。好吃怎么说 ，mini？ 好吃怎么 ？aloy， 泰国的水果 aloy。aloy 妈很好吃 ，aloy 妈 ，aloy 妈，来妈 ，aloy 妈 ，mini。I'm sorry, I'm so sorry. 对不起，泰语怎么说？卡托卡，卡托卡，卡。来不来？来不来？请出题。这个有点难。啊。内蒙古。啊，内蒙古。浙江部。浙江部。啊，那农部，这是干部。我这个杂汤。我这个杂汤。这么难？我这个。我这个杂汤。怎么杂汤？我这个杂汤。嗯，动作做。啊，好，来，我那是农部，我这是干部。什么？我那是农部，我这是干部，我这个杂汤。感觉好难啊。过不来了。我那是农部，我这是干部，我这个杂汤，这个杂汤。我那农部，我这儿嘎部，我那农部，我这儿嘎部，我这个咋烫啊？给这么多人听懵了呢。啊？这个环节他们肯定必输。给人弄笑了，这是，还真不知道是谁。笑了，好，说汉语，你只有汉语现在能传下去。看你动作，我这儿咋地，那儿咋地，我是个杂菜。我这个农夫，这个干部，这个杂汤，杂杂汤，杂汤，杂汤。哎，一个藏族人让人传藏语，最后拿汉语往这传。我这个农夫，我这个农夫，这个嘎布，我这个农夫，这个嘎布，我这个嘎布，这个汤杂汤，我这个杂汤，管子牙为什么是个杂汤？这
这个弄过这个根部，这个弄过这个根部，这个我这个弄过，根部，我这个弄过这个干部，这个干部，这个咋烫？我这个咋烫？咋烫？咋烫？我这个咋烫？我这个咋烫？我这个弄过，我这个干部，这个咋烫？这个咋烫？好，我记住了。怎么整上东北话？我这个弄过，我这个干部，我这个咋烫？我这个咋烫？咋烫？咋烫？干部，我这个弄过，我这个干部，我这个咋烫？咋烫？咋烫？我这个咋烫？这个跟你们当地饮食有关，杂汤嘛，羊杂汤。羊杂汤，羊杂汤，我这碗杂汤啊！我这个干部，干羊干，我的干，我这个农夫，我这个干部，我这个杂汤。第三个是杂汤，杂汤对。第二句是，第二是干部，真干部，南工部对。第一句是南工部，第二句是真干部。第三句是，我这个杂汤，是吗？第一句是就是蓝蓝的天空，蓝蓝的天空，对。第二句是白云，白云，对，白白的云。第三句是不会吧？有点危险的感觉，就是绿色的草原，绿色的草原。对了吗？正确答案就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草地。用东北话猜对了，哎，这个跟传过来的可不一样啊！刚刚他们不是这么传的呀，这叫默契。对，大家请绿队登场。我们怎么排啊？我们设计谁？谁比较模仿能力比较差的放前面，模仿能力比较差的，谁比较差的比较放前面，你来前面。谁比较差？先我差。哦，对，那就咱俩在前面，你俩在后。来，绿队第一轮挑战，请出题。你唱那个，就你唱那个，你这个人太寡了。你我爱什么？提前结束。就你唱那个，唱那个，啊，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再来一遍，可以了。就你唱那个，你这个人，寡了。就你唱那个。你逗瘾，求你啊，求你惨瞪瘾，你够了，惨嫩个，你逗瘾，惨嫩个，你逗瘾，惨嫩个，你逗瘾，你够了，你够了，惨嫩个，你逗瘾，你够了，你逗瘾，惨逗油，你够了，求你，你够了，惨嫩个，你逗瘾，你够了你，求你，惨嫩个，你逗瘾，你够了。求你才能个没动音，求你才能个没动音，没动音，没动音，求你没舌头，啥意没舌头才是滚，才能个没动音，没动音请你擦弄个米豆影米豆影请你擦弄个米豆影，擦弄个米豆影花朵。来，请卓玛公布你的答案。
你们是美丽的花朵。很遗憾没有答对啊，差一点点，差一点点。那这样我们从前面，你们还记得吗？秋你擦那个米豆衣擦那个米豆衣擦那个你是我心中的花朵。对，正确答案是你是我心中的花朵。哇，这句好好听啊。他也沾边一点点，但是他之前那个回答也是接近的，对了一个花朵，但整一句没有对，都怪成你啊。没事没事，记住这个，对，上亿才去对吗？上亿就没这样。很遗憾绿队第一次挑战失败，你们还有一次机会。请出题。你阿帕，你阿帕音，你阿帕音，你阿帕音，阿帕音，你阿帕，你阿帕音。抓住几次？你阿帕，你阿帕音。然后下一句是，俺个阿帕个尾音，俺个阿帕个，俺个阿帕个。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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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帕阿帕哥你哇，阿帕太厉害了，有点难的啊，有点难。你阿帕阿帕硬，你阿帕阿帕硬，你怕硬，阿帕硬还阿帕硬，按饿，饿了是吧？想吃点啥呀？你阿帕阿帕硬，饿按饿按还是按饿？阿帕阿帕哥饿意，我天哪，这谁能记得住？这不难啊，不难不难，你要相信自己，这并不难，好吗？你阿帕阿帕，你阿帕阿帕，你阿帕，俺饿阿帕阿帕哥饿意，好吧。好，去，我去，哎，好，我去了啊！加油，不跟你捣乱。你，这这样，阿帕，阿帕因，俺阿帕饿，俺阿帕饿，俺很怕饿。你阿帕阿帕因，俺阿帕饿，阿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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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不是怕吧，就来这地方也不会怕。他都已经开始理解内心的含义了。你阿帕阿帕硬，俺阿帕饿，俺好饿。俺也好饿。最后那个应该就是放饭的感觉，饿了那种感觉，放饭的感觉，饿了那种感觉。完了，非常好，主要是你领会的精神，相信你。印印，阿帕印，阿帕印，那阿帕印，那阿帕印啊 ，OK， 没喘了，没了，怎么变短了呢？印阿帕印，那阿帕印，印阿帕印，阿帕印，那阿帕印，那阿帕印，对，完了，完了，印阿帕印，阿帕印，那阿帕印，他选的没错。印阿帕印，印阿帕印，我阿帕印，没有动作，我传过来就这样尽力了。其实我到现在还记得。你这样，我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让坤再说一次。得让坤来一次吧。来，印阿帕阿帕印，暗饿阿帕哥，阿帕，你得给我说天眼。你好好说，我一直都在好好说。好好说，咱们组简直落后了。咱们组赢了。你阿帕阿帕，印阿帕印，暗饿阿帕印，你直接传。我这块我传不了，
这块就是你爸不饿晕，他爸也饿晕了。你阿爸阿爸你，俺饿，阿爸阿爸给饿你，阿爸他饿晕。你阿爸，我是你爸爸。不是不是，你是啥？我听出来就这个意思。来，请卓玛公布你的答案。你爸爸是爸爸，我爸爸。我爸爸不是爸爸了。啊，你爸爸是爸爸，我爸爸就不是爸爸，对不对？是不是标准答案？你爸爸是爸爸，别人爸爸就不是爸爸。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爸妈。确认了啊，请原版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吧？我阿帕，我阿帕音，俺我阿帕问音，问音。嗯。正确答案就是我爸是我爸，我是我爸的儿子。哇，尽力了，真的尽力了。好，开始。开始了啊！开始了，看我动作。哦，看你动作啊！我也听不懂。哪次？哪次？这个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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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次？哪次？哎，这个呀，这个呀。我们传的不准，中间那个人，你看动作准，就能传上。这个呀，哪次？这个呀，哪次？嗯 ，OK， 够够，动作准。这个呀，哪次？这个呀，马奇。这个呀，马奇。这个呀，马奇。OK。这个呀，马奇。给中国人听懵了。这个呀，马奇。啊。这个呀。怎么听得懂吗？怎么的？这个呀，马奇。对对对，没错，没毛病。得配合动作。这个呀。这个呀，马奇。这个呀，马奇。这个呀，这个呀，这个呀，马奇。这个呀，马奇。呀。OK。怎么来着？不能再说了啊！不能再说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哈库，哇塔塔，呀呀，啊，又酷又露露。仔细想一想，仔细想。几个呀？啊！几个呀？啊！就这么一句。马戏。马戏。马戏。几个呀？几个呀？马戏。马戏。几个呀？马戏。对。结果我们前面都很熟，然后到前面这儿跑。这个要没戏，谁都不知道什么，就是你从他没听懂，是不是？这个没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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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没戏。告诉我你的答案，这句话的话语意思。我的答案是。谁都不知道这个没戏，谁都不知道这个没戏。奔跑吧兄弟，奔跑吧兄弟。那这样，再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标准的藏语是。啊，这个呀，马车，马车。哦，啊，这个呀，马车，这个呀，马车。嗯，差一点点就。用中文记，用中文记。马车，马车，什么意思？我操，奔跑吧黄河。哦，那我刚才猜对了三个字。在这儿奔跑吧，兄弟！我们至少猜对了三个字吧？你干嘛呢？我就到你那儿折的。来来，你至少猜对了。就只有你一个人是折的，是吗？就你那儿折了。恭喜黄队获胜！而这一环节获胜的队伍可以额外获得2分钟时间来完成调查报告。再次感谢一下我们。六位藏族的朋友们，谢谢大家，谢洛桑、卓玛、公主，谢谢。其实我们的藏族朋友们在说藏语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就在学习汉语。对。
对，现在呢，我们这边的年轻的，我们藏族很多都会说普通话了，来自全国的人都过来，我们都可以用普通话交流，就当是一家人一样，对吧？所以说，各民族一家亲。谢谢谢谢。卓玛是什么意思呢？仙女。仙女啊。啊，我也要给自己起个藏族名。吉肉就是 baby。啊。我的英文名字翻成藏语就是卓玛吉肉。仙女宝贝儿。仙女宝贝儿啊。啊。以后别人再问我想跟哪个四个字的女演员合作，你说卓玛吉肉。马上我们就要来品尝这里的特色美食。就是在节目里啊，因为你的感，大家感觉啊，所有网友都觉得你的语言天赋特别强。说你是个被人气耽误的声优。哦，那可不咋的。哦呦，义乌小商品城应有尽有，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么好了呀，谁都看不到了。唐山，回家吃饭了。唐山呢？唐山，迪丽热巴叫你吃饭呢。我家吃饭了、啊、哎，人刚等来，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嘿，对，哎呀妈，瞎怎么呀，没有声音，我声音可以粗一点能细，你会模仿，但我会现在有点尖，嗓音有点尖，这是啥地方啊？Hello. Welcome to the Museum's Quarter. My name is Arana and I'm a secretary of this company. I will invite you to your interviews. Come please with me, I will show our sitting area. Okay. So okay. 哇，马上就开始了，刚开门就开始。Wait with just a moment, I will call you when it's your turn. Okay. Thank you. 哇，真的一个一个叫进去。一个一个进去面试。纯英文的就没有一个。哎，这里有中文呢，等候处。等候处，这是你看到的最后的中文，我告诉你。不容易啊，考驾照也没有这么紧张。对啊，感觉是要一份工作什么的。对，影响前途的感觉。这有点像我当时考中戏的时候，一试、二试、三试。来。这个我都能听懂。谢谢啊，祝贺啊，加油哦。Yeah. Please follow me. 告诉我们会问什么，加油。OK. 加油。哎，good luck. 松一点， good luck. So easy. Only me? Follow me. Yes. Follow me, only me? Only me. Good luck to you. Thank you. Okay. Hi.Hi. Hi. Hello. Hello. Hello, everybody. Hi. Oh. Why?Who is? Which one? Hello, nice. Nice to meet you. I... Yeah, please. Thank you. amazing. amazing. Oh, yes, unbelievable. Are you okay? Yes, yeah, I'm fine. I like. Introduce yourself. My name is Deng Chao. Hi. I'm sorry,
这秀英文太好了。You know, Chinese massage. Yes. You want to try? Sure. Cool. Wow. Oh. Chinese massage. Thank you. That's very nice. It hurts a little bit, though. Yes. Oh. Okay. Well, so you are busy. Yeah. You are busy. Very busy. Yes, yes. Thank you so much. 邓超在里面现在可能又送礼啊，又按摩啊。Amazing. Amazing. Very professional. 这个中国马萨基是世界的。Oh wow. You are an actor. Not a massage.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啊，你能模仿一个动物吗？动物的声音。哇哦，好。So easy. Dog. Yes. 还有吗 ？Yes. A goat. That's a sheep. Yes. That's really sheep. No. A sheep goes ba. A goat goes meh. No. What? Okay. Maybe American sheep. That's an American goat. Yes, American. American. Thank you. That's American goat. 非常厉害。Very good. Okay. Cool. 好，麻烦你先请坐。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Great job. Thank you. Thank you. My pleasure. My pleasure. 我沉默好久。完了，一切都完了。怕吗？小鹿现在这完全给他特效，就全程都是灰色，就跟头发一个颜色就行。来了。第二个。So and now please, 郑恺。郑恺。哎，邓超还没出来哎。哦，他没有出来。这个房间是个吃人的房间吗？So please, good luck to you. Thank you. Go. 这个太坏了，这个。Hi. Hello. Should I sit here? Please have a seat. Okay, not bad.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My name is 郑恺. You can call me Kai. As you can tell, we are from China. I'm born in Shanghai. I'm an actor. Very happy to be here. Nice to meet you guys. Yeah. Mr. 郑恺. Yep. I was looking at your information here.I think you have a really cool pose right here. Yeah, it's me, yeah. Could you show it to us? Sure. Whatever you want. Yeah. Or, you know, in China, if you want a cool pose, yeah. You should be hurt. Yeah. For example, your neck hurt, like that. Yeah, your leg hurt, like that. Ooh. Oh. Yeah. And your arm hurts, like that. Wow, okay. What about if your head hurts?Headache. Yeah. There we go. That's good, man. Yeah. I like that one. Let's go. Yeah. Your eyes hurt. Your mouth hurt. The mouth, yeah. There we go. And could you please come here to sign your name here? Sure. Yeah, here's a pen for you. Yeah, please sign your name. Ah!真会死的，我的汗 ！No， that's not good. Thanks a lot.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我已经饿，腰又闪。我
我还不行啊，嘴唇已经开裂了。我从小就很害怕考试。我也害怕，就是内心的一种灵魂深处的颤抖。So the next please, Chen He. Not here. Chen He. Not here. Not here. 我是第一个 local team 的人，对不对？真的，你看都快晕倒了，步伐有点不稳。拜拜，看走吧，走了。Welcome. Hello. 他完了。Hello. Hello. Hi. 带着怀疑的目光进来。Have a seat. Okay, thank you. Okay? Okay?他已经叫了，打架了吗？I'm so sorry. I'm so sorry. He's too fat. Yes, I'm so sorry. 你真的为了获胜，真的是这都说得出来。那当然，这还 sorry。那当然。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还有好像有东西掉下来了。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Okay. can I use Chinese? No, we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Okay, my name is Chen He. Chen He. Yes. Okay. That's it. That's it. 33 old. 33 years old. Don't look at me. Yes. I'm from Fujian. Please introduce Fujian to us. Yes, it's a great city. You want to Google it? Yes. Just show us. What is it? Relax, okay? Fujian have a great tea. Ooh. You like tea? I love tea. Yeah. Which one? Which one? Sa Hong Pao. Red Pao. Red Pao. Kind of tea, a very famous tea. Yeah. Yeah, the local yes. tea Big of red province. Pao. Okay. 有点热。Sorry. Show us something you are good at. What? Show us something you are really good at. You really want to see? Really? Yeah. Please. God. Please. I'm sorry. Really? Really? Of course. 那我只能先说对不起了。对，我还可以，哎，帮我翻译一下，我还可以去。Always, you can talk with that. Wow. Maybe like keep running. Keep running. Okay, sorry. Singer.才进去三个人了，好郁闷啊！来了啊 ，so
So, baby? Me? Oh, baby? Yeah? Please follow me. You play so hard?想玩我吗？你们谁被玩到了？ Have a seat. Wait a minute. 啊、What? Sorry. 还有好像有东西掉下来。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My name is Angela Baby, and I born in Shanghai, grow up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My hobby is singing and dancing. Maybe you can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Now? I had one.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Nice.Okay, thank you. 李晨。So, who is my next? Who's, 李晨。Yes. Yeah. Right. 对不对？ Just me. Yes.You. Thank you. Hello. Hello. Have a seat? No, you can have a seat. Please enjoy yourself. What? Can you please stand up? Can you please come here for a moment? Please. 叫你过去。Love it.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Yeah. I'm Finnish. Huh? Hello, I'm Finnish. Welcome. My name is Li Chen. Li Chen. I'm from China.Going to Beijing. I'm actor. Yes, I'm actor. So, Mr. 李晨呢、啊？我是靠你的语言的能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好，浓浓阿姆戏，让相聚更浓。Oh. 英文应该怎么说？ Oh, no. 我以为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浓浓阿姆斯，让相聚更浓。The unbelievable delicious 阿姆斯 make the gathering better. Pardon? Richer 阿姆斯 better gathering.Which MC? Richer. Richer MC. Better gathering. Better gathering. Rich MC, better gathering. Okay? 不错 not bad, almost, almost. Because 你有很好的团队伙伴。Yes. Thank you. Oh. 请坐。下一个会是谁啊？祖蓝。鹿晗。
祖蓝。Luhan, you're right. 哎呀，真的，我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恭喜你！Good luck to you. Hello.Introduce yourself. Yeah. Hello, everybody. Yeah, my name is Luhan. Yeah, I'm 27 years old. And please come here to sign your name. Yeah, okay. Oh. 全套。我知道你啊。How does it feel? Like zoom. You can. 好紧张啊，都笑得那么开心，我现在才开始紧张，本来我都不紧张，现在最后一个我就紧张。 My turn? No, not yet. And now your turn, Zhuban. Thank you, Soyana. 祖蓝最后一个啊，请问已经很久没体验过这些，对，应该再多一点，泼点冰水什么的，对对对，就一进来啪的那样，直接是吧，期待，好想要。Please come in. Have a seat. Have a seat. Thank you. Okay.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Hello, my name is Zhou Lam. I'm 38 years old. No, no. 38, yeah. Wow. 昨天38了。So old. Yeah, I don't look like 38, right? I'm a Chinese comedian. I live in Hong Kong. 你知唔知讲广东话？哦，我识讲广东话。我是讲广东话，欧弟的嘢好唔好食？欧弟的嘢好好食啊！好饮啊！好饮啊！哎呀，他知道广东话。Yeah,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Have a normal seat. 欢迎大家来到面试环节。今天我们从四个方面。语言沟通、知识学识、